欢迎收看阿丹正传耶、这次我们影片呢有两位女生，这位就是上次在影片里出现的圆圆啦，啊，这次我们又增加一个新的成员，她叫 Vivi， 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。Hello， 我是 Vivi， 我跟阿丹同年。说说你的兴趣啊，星座啊。我跟阿丹一样天蝎座。They ask you how you are, you just have to say。圆圆什么星座？双鱼。双鱼座，你就对啊，水象。我知道，我现在身边全部人都是双鱼座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离开主题了，好吗？我们今天盲猜汉堡，你们对汉堡这东西了解吗？不了解。啊，不了解吗？不会吃素食吗？很少，就吃那几家麦当劳。麦当劳。摩斯。哎，没了。今天呢，阿丹我准备了六个在台湾市场上很常吃到的素食汉堡，然后我要让你们戴眼罩去盲猜这些汉堡。你们每一局猜对了，我会给你们100块。只要有人猜错，来，我这边呢帮你们准备了那个 Vodka。两位到时候如果猜错的话，来这边各一个 shot。有点太大杯了，这是我之前在五金行挑到最小杯的了。好吗？那我们今天话不多说，赶快开始我们今天的挑战吧 ，Let's go！ 一人一个，麻烦帮我戴上。看一下镜头。他们怎么看镜头啦？好危险！感觉很智障。哎，小心点！Vivi 先来，你们可以去摸一摸这汉堡，哎，在就在里面，就来，这样，好，摸到了吗？哇，没烧肉！哎，没烧肉吗？我知道了。哦，有缘已经知道了。我知道，我讨厌的洋葱。Vivi 呢？目前吃起来什么感想？总之我觉得我好像知道。哦，我喜欢吃洋葱。下一个帮你挑挑。我觉得它芝麻比较大粒。有芝麻吗？芝麻很大粒吗？有芝麻。面包上面的。哦，现在开始两位出现纷争喽，有人有吃到芝麻，有人没有吃到芝麻。没有啊，没有都会很糗。哦，有人现在拿出一层一层来吃的战略。哎，好聪明哦。对啊，啊，你全吃掉了是不是？对啊，好饿。哎，我很怕你全掐死我。啊，不会不会，我会帮你拔开。嗯，有点干。等下数到3、2、1，你们两个就同时讲答案，好不好？3、2、1，麦当劳。哦，是洋葱，我觉得像麦当劳。是这样子哦。对，洋葱。刚吃第一口就觉得哇，麦当劳！好啦，我现在跟两位公布答案好不好？两位刚吃的是麦当劳的大麦克。耶！好，这边各100块，谢谢。下一个 round，Let's go。谢谢老板。好，来这里，在这里。它跟台湾的很不一样，我觉得我可以猜到。好，跟台湾很不一样。对。是吗？怎么说？哦。不是那种搬的那种麦当劳，可能。哦，是这样吗？我感觉原来如此，肉的部分吗？给你这种感觉。它的酱，哦，是酱，酱哎。哦，我问你啊，你现在感觉酱是什么？是用什么酱？你吃得出来吗？有美乃滋加，嗯，怎么办？然后目前是美乃滋而已啊。对，它有混咸酸的。哦，咸咸酸酸的。圆圆刚哇，圆一口嗑掉哎，好好吃哦。它里面有你最不喜欢的小黄瓜哎。我没有不喜欢小黄瓜。这个肉啊，很香。肉很香，好好吃啊！我没有想到两位竟然会喜欢我们 Round Two 的品牌，哎，应该说放久肉还可以，就是湿湿润润的，哦，它就很香，有一种碳烤味。3、2、1 ，Mr. Beast， 哦，两个人都觉得是 Mr. Beast， 有吗？有吗？我现在就公布答案，有吗？好不好？ Round Two 的答案是 Burger King 汉堡王。所以我很惊讶啊，我不敢相信。对啊，因为汉堡王在台湾应该算是比较冷门一点的，嗯，我没吃过。汉堡品牌，刚刚你们吃的是汉堡王的华堡。华堡是什么？华堡哪个华？华人的华。哦，英文叫 Whopper， 所以它是直翻。它为什么叫华堡？因为它英文叫 Whopper。最开心的时刻到了，两位要喝一个下喽。好了，好了，恭喜你们。我跟朋友出去都没在喝酒的。哎，我差点要捡你薪水，好像是什么悠悠球打到我，是不是？好，开始 round three， 我去拿汉堡。你会热吗？带队有的。我喝酒。round three 呢，这个也很特别，我相信你们应该都能答对。米汉堡。小心它会散哦。米汉堡。对。哦，好香哦，很香的味道，米汉堡。哎，掉了！什么汉堡？盘子给你，在这里。
对对对对对对。但是我没有吃过冷掉的米汉堡。嗯，你说。海洋珍珠堡加藜麦。不是啊，不是以为你在找我麻烦是？李李在旁边有猜，你在那边讲答案。我在讲加藜麦。你知道，你最好是知道啦。米汉堡。好好吃啊！我是汉堡的米汉堡，两个都答对了，好吗？好热，姑姑。不舒服，很热啊。那给你，谢谢。好，对，这里啊，来。哦。好，有趣是不是？好。哦，比比刚吃了第一口了。嗯，那面包很干。面包很干是吗？哇，肉也超干。好像可以猜到，真的吗？你要再吃一口吗？演员似乎已经把食物放回盘子上了。不好吃吗？演员不行，不好吃。怎么了？吃到什么？骨头。你吃到骨头？骨头？我看，看不太到哎。它是骨头哎。啊？怎么会？那应该是肯德基吧？哇，竟然有骨头哦！牙齿还好吗？嗯。啊？怎么？说什么啦？可能要付200块了。刚吃完了，哎，感觉评价不是很好哦。本来想猜另外一家，但是他吃到骨头，又是另外一家。哦，我在说哪一家吗？我好像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好像又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啊，圆圆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都没吃过，盲猜。都没有，盲猜是吗？来，三二一，全家。啊，你是全家，你是 Mr. B 是不是？我本来想猜全家，但是因为我吃到骨头，我想说微波食品感觉不太容易出现骨头吗？我不知道我这样好像有道理，还蛮合理的推算，有点道理。不啰嗦，我三二一，直接跟公布答案好不好？答案是 Mr. Beast Burger。你的骨头很尴尬，这很尴尬。Mr. Beast， 给我钱，谢谢。来，好，来 Vivi， 你的惩罚。没有。好，圆圆，我们的惩罚环节了，交给你了。哇，观众今天真的吃到眼福哎，看到圆圆这样子，你就是老江湖、老狐狸。哦，厉害。因为我自己是吃过 Mr. B 之前，我一样的汉堡，我是你还好吗？休息一下，要不要去后面坐一下？我们的摄影师其实很会抓哦。让我休息一下，脱掉会很赤裸吗？圆圆，你知道那个鸡现在在 roll 吗？不要剪进去。你们记得我吃，你是你还好吗？起飞了，你要起飞嘞！睡觉模式。对啊，你现在睡觉模式吗？眼罩刚好可以。对啊。而且莫名其妙有点优雅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优雅。来，圆圆，来 Vivi。好像知道什么嘞？真的吗？这么厉害？圆圆目前看起来有点那个恍惚。嗯，掉了。好好，帮你拿。有点辣。哦，我知道什么了。哦。这样多，它的肉又有其他调味。哦。好辣，我。它是辣的、喔，老板，我不敢吃辣。不是，对不起，我今天去买，我记得我不是，我记得我买的不是辣味的、啊。来，告诉我答案哦，三二一，肯德基。哇，真的慢了很多哦、喔，现在哈。这样子。公布答案，答案就是 KFC 肯德基。来，这边两个人我们各100块。谢。OK， 今天呢，两位吃了不同品牌的汉堡，有一位好像目前现在已经。酒精状态好像你们开心，观众看得开心，我也开心啦，对不对？都很开心啊！只有我开心吗？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好不好？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之后在我们频道呢，圆圆跟 Vivi 也会常常出现哦，去寻找他们的 IG， 还有圆圆的 YouTube 频道。那我们就这样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！请开始你的表演。